中国待久了后的老外回国日常。Hey Chris， 踢球去了。Hey Alan， 我得去教高尚武去吧。王尚武。对呀、啊，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开窍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。报告，交通现象一样。我明天再来啊。好说话嘞，你本不出品质，大哥怎么办？你的卡上就刷眼了，等着。吃饭了。这是什么？馅饼，馅饼，中国披萨，披萨他姥姥，尝一口。好吃。大哥，你有可以经常吃披萨的姥姥吗？好嘞。我们就继续运动吧。好了，我靠，这么冷，你还下雪吗？我回去穿个秋裤吧。秋裤？不冷，不冷，习惯的。真是个老外。好，走吧。你还是挪威人吗？哎。哦。好，累累肩了，来，好泡脚，放松放松。谢谢儿子，你先碰一会儿，我一会儿给你做个粗疗。粗疗 ？M 脚吗？嗯，差不多吧。啊，疼疼疼疼！啊，不是按摩吗？忍忍，你来就好了。风止不动，风止不动。好嘞，舒服。哎呀，咋摔了？你别笑。我就是想吃一包笑像脏啊。我们得省点脚声。早饭以后。第二天早上。不用不用，精神绿水小仙草，随便吃。